原标题，亮剑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李云龙为何最后会败在一个女人手上。亮剑中关于李云龙这个人大家应该都十分了解了，他的战绩真的是相当辉煌，明面上死在他手中的日军高级军官就有一款田信哲、山本一木、山崎平治、平田一郎、服部直臣等等。这还不算那些中下级军官，比如在全歼日军华北观摩团那一仗中就有上百号日军精英殒命。所以说李云龙这个人让日军闻风丧胆一点也不夸张。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李云龙更是见风所指，所向披靡，如砍瓜切菜般纵横在淮海战场。李云龙根本不把国军中的杂牌部队放在眼里，专挑国军中的嫡系或者精锐部队打，比如楚云飞的第八十九师，这支部队可是隶属于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，全部美式装备，大口径榴弹炮等重火力装备应有尽有。虽然楚云飞如此强大，但最终仍然败在了李云龙的手下。如果不是李云龙在和楚云飞的最后一次搏击中受伤，也许李云龙会立下更多的汗马功劳，说不定在1955年时就能被授予中将军衔了。但就是这么一个让日军闻风丧胆、让楚云飞感到敬畏的人，为何最后会败在一个女人手上呢？这个女人就是亮剑中最后才出现的一个角色，她叫张白露，此人是李云龙第二任妻子田雨的同班同学。从剧中可以看出，张白露这个人不仅聪明伶俐，而且心机很深，长得漂不漂亮暂且不讨论，但是她对男人却非常了解，并且极其善于攻击男人的弱点。张白露在同李云龙短暂的交往之中就已经全面看透了李云龙，他知道李云龙最需要什么，所以尽可能将自己柔情的一面展示给李云龙，并且慢慢俘获李云龙那颗脆弱的心。最后关头，要不是田雨的另外一个同学冯楠出面指点，也许李云龙就要上演现实版的陈世美了，说不定最终因为这个错误弄得身败名裂。一个在战场上的常胜将军，最终在情感的战场上却败给了一个女人，不得不让人唏嘘不已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